Hello， 大家好，欢迎跟新住啊爬爬照。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啊基隆八斗子的啊忘忧谷101高地哈、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这边哈、哦，它是啊台湾少数几个景点能同时看到日出啊与日落的一个非展望非常好的一个景点哈、哦。它的这边的展望点是360度，没有前面没什么任何障碍的，大家可以透过我身后的景象哈，来看看这整个环境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哦，在这边，就在我手指处这里啊，它就是非常知名的啊九份。那旁边那座山叫做基隆山，天气好的时候，东边可以看到啊鼻头角，那西边可以看到野柳夹，甚至整个北海岸啊北边。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啊北方三岛哈、哦、啊，那再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可爱的啊、哦、这个啊，它叫做基隆屿啊，很多游客不晓得叫它做啊龟山岛啊，其实龟山岛是在啊宜兰哈、哦。再来的话，这边哈、哦、从山下步行到这里，它只需要差不多10几至20分钟而已，脚程非啊非常。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景点哈、哦、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到这边来游玩，来观赏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老话一句，记得自己带来的垃圾自己带走，好山好水需要大家用心来爱护。谢谢大家，拜拜。